这毛衣呢，我会选这个色，然后我会这样搭。哇，好看哦！这个黑色裙很好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件的质感超好的，它面料很扎实。你看它有一个杏色，它这边是百褶，然后它百褶，你自己看它百褶有多挺，就是不会有人破坏的。哎，这个针织啊，是那一种磅数有点高，嗯，我觉得这件质感很好哎。这件它我无法单穿，然后这一件呢，它还有黑的。因为我穿起来其实还没碰到我的脚踝哦，嗯，所以我觉得不会到太长。有人说白色会不会透？我跟你讲，完全不会，好不好？但是你还是要穿浅色的内衣，因为它毕竟是浅色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它有一点低哦。这一件是完全可以单穿的那种麻花的这个毛衣，完全亲肤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一件呢，它是这样宽松的，哎，毛衣颜色都非常好看，穿咖色，然后这蓝色嘛，橘色跟杏色，好难选哦。